奥森。天大黑了，大家好，伙伴大家好，我是大黑。今天我们要开的一个东西，可就是让整个宇宙都害怕的东西，就是，哎呀，灭霸的手套，只要我们打个响指，就能让宇宙的人类少一半的东西。这有个配件，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做工啊，特别的板正硬。做工很好啊，感觉这个手套如果不拿去洗碗的话都有点浪费。What? 我们来戴一下感觉一下。哦，想握个拳头都握不了。哇，可以握起来啊。大家也都知道灭霸手套呢有六颗宝石。就这六颗宝石。我们现在就给它安排上。哦，宝石都在闪了。还是吸铁石的哦。这个也闪了。咚咚都会闪。咚。按一下就会闪，绿宝石，最后一个，哎，可以啊。既然我们已经集齐了宝石，并且宝石在不断的发光发射着信号啊，那么现在，我准备一下，方向弓，气运丹田，来喽来喽，小伙伴们，准备好了吗？哎，那掉下来了，哎，给它扣紧点啊，哎，准备好了没有？叫你们准备，给你们准备时间了啊！终于靠近了啊！你看好你身边的朋友，可能在我打响指的一瞬间，咚，他就会消失啊！准备，一、二、三，天大黑了，不对不对，再重新来一次，一、二、三。有没有很厉害？那么下面我们来测试一下这个灭霸手套，哎，打沙包或者打墙壁，手会不会痛吧？把板子，下面我要一拳头打爆这个板啊！一、二、三，手果然是没有痛啊！哎，掉了，手果然是没有痛啊，但是，哦，有点痛，红了都，整个都红了。好吧，它肯定是不能加强战斗力的啊，只是这么一个酷炫的手套而已。好，那本次视频就是这样，喜欢的视频记得评论、点赞、关注我哦。这灭霸手套38块钱，大家觉得值吗？